个月的时间就能让他为我花费50万，他们总觉得自己不会被骗，但是论骗人我们可是专业的。我平常不是个贪小便宜的人，觉得自己警惕性也挺高的，您说我今天怎么落到这个地步。起因是这样的，有一天一个人加我微信说你好，我是王阿姨介绍的，我就回了一句你加错了，就没理他。我们都是广撒网然后多捞鱼，如果有上钩的我们都会跟他一直聊下去，这叫找鱼。我出于礼貌也没觉得他是坏人，一开始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这时候我就会非常礼貌的跟他讲啊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加错了，但是你们也是一种缘分，就当交个朋友认识一下。我下意识的看了他的朋友圈，感觉就是个高富帅的形象，都是公司庆典豪车名表之类的。朋友圈这种东西嘛，其实就是一种人设，都是假的。后来我们聊得多了，我当时天真的认为我们的相遇就是命运的安排，我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。主要就是看他的需求，他需要什么我们就跟他聊什么。现在的人吧，他都耐不住寂寞，让他变得情绪化。我问他是做什么生意的，他说是做虚拟货币的，买涨买跌，收益高，时间短，投资风险也特别大。我就营造出一种愿意带他投资的假象，他非常开心，我呢也非常开心。聊了这么久，他终于上钩了。他给我发链接下载软件，我最开始每次投20000，每次都有2000的收益，他不让我多投，怕我亏钱，特别贴心。我们就表现出非常为对方着想的样子，先让他尝尝甜头，然后告诉他这个投资虽然收益高，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。我觉得他是真心帮我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已经非常相信我，我说什么呢他就会做什么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互惠。我觉得这个生意稳赚不亏，我就决定把股市里的50万一次性都投进去。没错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我跟他说有新商机，是个稳赚不亏的买卖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立刻将股市里的钱都取了出来，还贷款了50万全投了进去。我营造一种有钱都未必能参与进来的状态，让他感觉到机不可失，这叫畏惧。我看到平台的账户收益真的翻了倍，可是系统却提示我还要交税20万。其实系统不过是我们自己做的软件，随便改改数字他就深信不疑了。我能先假装帮他借了10万块钱，问他能不能凑到剩下的10万，并且承诺他只要我赚到钱就可以立马把贷款还上。我真是拼了命借了10万块钱，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，真是一分钱也借不到了，身边的朋友都被我借遍了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杀鱼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，我就立马把黄友一删，微信拉黑。警官，我就是这么骗的。他就是这么骗我的。在此次杀猪盘诈骗案件中，骗子通过建立权威人设，通过假冒社会关系、收益截图和被害人投入返利，让被害人一步一步走入陷阱，诱导其上当受骗。东胜路派出所提醒您：情尽之好，情意浓，借钱也要细思量。所有的诈骗都有它的规律和惯用手法，我们需要了解它，识破它，增强防范意识，谨防上当受骗。